警方接获民众报案，大晚上有民众在巷子里面扰民，一到现场竟然是大学生酒精路跑，不胜酒力，其中一名詹姓男大生当场罚酒疯。来看一下当时的状况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他酒醉，我们现在把他带回去管束。你顾他。那么可以看到，男大生整个人酒醉躺在地上，但还在大声喧哗，甚至还想对一旁帮忙照顾他的同行友人咬耳朵。什么的？警方当场实施保护管束，原本要把他带回派出所，但他朋友还在帮忙求情。你们可不可以只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？你还好吗？我们不可能让他一直这边鬼叫啊。那么因为男大生脱序行径已经影响到附近住户安宁，再加上男大生喝到大烂醉呕吐，警方担心他的身体出状况，也叫来119把人送到医院，后续通知男大生的母亲到场把人接回家。